李奕璇青青老师，今天来是我爱玲。接下来欢迎保育组长卢文婉老师。教务组长张丽书老师。护士董丽鹏阿姨。总务组长张庭鲁老师。哇，我爱你。行政组长洪丽凤老师。今天呢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们今天的这个金色童年呢，倍增了很多很多的光彩。感谢各位家长们啊，感谢我们辛苦的老师，感谢各位乡亲，感谢要感谢的人很多，感谢再感谢。那借着各位的掌声，我们的小朋友跳得好不好？给我们掌声。还有呢，我们的阮佩胜所所长带领的我们所有的老师，我们教的好不好？感恩爸爸姐嘞，也感谢家长们，谢谢你们的全力支持。来，我们能转播感谢了所有的家长。好了，我们谢谢感谢所有的家长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健康快乐，感谢大家。谢谢罗龙镇幼儿园的2014的金色童年活动到此呢，就告一段落。